this on air and you're good to go. Yep.
大家好，欢迎来到济州神话世界传奇扑克济州站。然后呢，今天我们帮大家播的是25万买入的短牌。我是 Selina， 我是在我身边是阿童。阿童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阿童。这边呢，比赛已经开始了，然后是由于是30分钟延迟的，所以比赛已经在30分钟之前开始，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延迟30分钟之后的画面。这是有前注 anti only 的比赛，然后呢是25万港币买入，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第一轮赛事。那这个比赛当中，我们也会看见很多我们。Welcome to Jeju for the next chapter of the Triton Super High Roller Series. I'm Pete Latham. I'll be your host over the next 8 days, where we'll bring you 6 events,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world.And the biggest prize pools. Excited? You should be. The first event is the $250,000 Hong Kong Dollars Short Deck Tournament.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hand you over to our crack commentary team, Lex Feldhaus and Randy Liu. 那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会看见很多我们以前很熟悉见过的一些西方玩家。那我们也有一些马来西亚玩家，包括中国来的玩家。你们有看见现在屏幕上我们有两个直播桌，那有时候我们是就是那个主播桌会从第一张桌改到第二张桌，然后看他们精彩的那些 action。 可以看到现在玩家还比较少，由于这是第一场赛事，整个系列赛第一场赛事，并且是刚刚开始买入，比赛刚刚开始，所以目前还是属于玩家人数比较少，并且这本身这个赛事系列都是豪客赛啊，买入都比较大，像主赛是200万港币买入，非常的高额，所以说能吸引的玩家都是比较少量的精英玩家。对，我们可以看见这蓝色的桌上，我们有熟悉的 Ben Lam， 还有 Isaac Haxton， 还有 Daniel DeVoris， 然后呢，红桌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应该大家最喜欢看的玩家 Ivan Liu 跟 Michael Watson 也是赢过 PCA 主赛的玩家，然后呢我还可以看见 Steve Chadwick 跟 Makita Bezosowski。 现在我们转播的是蓝桌，可以看到这是一张5人桌啊。短牌一般性都是短桌，4人桌、5人桌和6人桌。因为短牌如果是多人桌的话，拿到强牌的概率太高，翻钱会比较激进一点。那这个游戏我觉得就是对这些西方玩家也是有可能比较新的一个游戏，因为这短牌有可能在就是国内已经开始打的玩家他们应该有最少一年了吧的，就是一般呢西方玩家对这个游戏也就刚认识，有很多玩家他们说这都是他们第一次打短牌，也是第一次打短牌比赛。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前注是1000，然后盲注位是多加一个前注。短牌是这个游戏是没有大小盲的，是每个人加每个人下一个底注，也就是前注 ante， 然后庄位是下两个。起始筹码是100K， 有10万的起始筹码，目前级别是 ante 1000。
刚结束了第一手牌，大家都是 limp 进士，然后啊，番前的战斗和番后的战斗都比较谨慎，因为比赛才刚刚开始。我们会看见在这个短牌的比赛里面，前面几个位置他们一般都会跟住，就是 limp 比较多。然后呢，我们会看见就是后卫的一些玩家会打得比较精进。对，因为短牌这个游戏说到底哦，六人桌的话，前置位是一个防守的位置，你没办法，包括长牌也是，你没办法在前置位赢太多的筹码，而后置位呢是主要利用位置优势去进攻。啊，可以看到 Hexton 这里拿到了一手勾石杂色，也是在 Hijack 位领路痴。值得一说的是，短牌里面哦，有三手牌啊，它的牌力是在，就说相对于长牌来说是有极大的增强，就是勾十、十九以及八九三手牌。因为短牌成顺子的概率比较大，几乎你在 flop 有两头听顺的话，你到合牌有48%，就接近一半的概率能成顺。所以说，像八九、九十、十勾这三手牌能组成上下的满顺。这三手牌是牌力非常强的，就是提高，相对于长牌的提高，在短牌里面他们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亮眼的。甚至在短筹码里面是，就是当你拥有短筹码的时候，底池赔率好的话，这三手牌是可以支持打光的番前。那我们看见 Hexton 在这边转牌上拿到了顺，那就是说这个翻牌上面 A6 就算它是顶对，但是它的牌力实际上也不是很强。对对对对，短牌我们之后在比赛中可以看到成顺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短牌是抽掉了二到五的小牌，只剩下六到 ace， 那只有一副牌只有36张牌，36张牌中就说你发出来那个五张牌的 board 呢，它的牌距间隔会比较小，所以在任何牌面都有顺面。我们传奇这个短牌呢，它是顺是比三条大。然后呢，这现在短牌的一般规则都是顺比三条大。对对对，并且同花比葫芦也大，因为同花在短牌里面是更难成牌。